王小帅，导演。当他第一次举起导演筒喊出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走入地下，与一群勇敢的年轻人一同用影像书写着一段残酷的青春。这部无名导演的作品《极度寒冷》完成于1997年的荷兰，并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勇敢的中国独立电影。从立秋那天开始，他称之为土葬。他的署名无名似乎代表了当时中国一代年轻导演的地下状态，他的导演则是这群人中的代表之一，王小帅。艺术家其实就要在于表达他的感受，那么他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的生存，他的情感发生在这个时代，那么他把这个感受表达出来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时代就有一个表述和记录，那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那么有好多人只不过他比如说写作，他没你没有能力写作，你不会写音乐，你不会弄电影，不你没有条件拍，所以呢很多老百姓他表达不出来自身的一些感受，那有些人就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跟其实跟很多当下都可以贯通和连接的，它不一定非得是你这个艺术家非得跳跃你自身的这个生活环境和自身的这个角度去表现全人类历史，有那么大的这种厚重感。其实所谓的第六代导演，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在未来还有一定的别人会觉得他们还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话，他们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很低下的很低调的很个人东西留下了一些不同的，在这个层面不同的社会层面里，他们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留下一些影像，留下一些东西，点点滴滴，那对未来一个历史学家什么学家来总结或什么总结，这些东西都是他要看到的一些素材，那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1980年代末，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一次从乐观与理想的峰峦跌入谷底的震惊体验，而此时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导演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电影的代名词。面对他们的美学压力和现实处境，1989年，王小帅在电影学院的同学张元，在未经剧本审查的情况下，向一家私营企业筹集经费，拍摄了电影《妈妈》。《妈妈》成为了中国的第一部独立电影。而此时的王小帅却在福建电影制片厂为自己的生计问题犯愁。当然，那时候心情当然还是很压抑的，就是说。又是经过六四又过去，然后呢钱就是工资嘛，每个月那么点工资，所以我就上来就也根据别人经验，把食堂的饭票是多少我给他一次买了，这样至少每天一顿饭或两顿饭我是饿不着，然后呢再分出一点来呢，就是抽烟的买烟，然后呢买一瓶酒，那时候金奖白兰地跟朋友也喝喝，就把它全分配好，但分配好毕竟还是不够嘛，所以呢就是烟呢，就是我发明了一个，就在墙上呢，就是拿那个烟盒啊抽完啊，抽差不多总是要留那么两三根或者一两根，然后呱就贴在那个墙上，然后再抽一把，再抽着呱又贴墙，所以满墙都贴了烟盒，像装饰一样，很多烟盒，然后呢突然之间没钱了，没烟了，或者没钱了买不怎么办，就随便墙里呱翻出一盒来，总有一根来救急。这样，从1991年开始，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张元带着他的处女作《妈妈》开始在数十个国际电影节上参展参赛。以这种方式，张元成为了继陈凯歌、张艺谋之后又一个为西方所知晓的中国导演。而在福建电影制片厂的王小帅，却因为计划经济下的指标制度，迟迟得不到拍电影的机会。
好像那个时候上影或者北影有20个指标，也能拍20部戏，大厂好像，但福建厂这样的小厂一年只有1个指标，所以只能拍1部戏。所以那时候傻乎觉得，哎，我是一个哈，电影学院毕业的，好像自己好像自视才高一样的，其实很年轻的，很幼稚的，就到那以后就觉得，哎，这个指标是不是能让我啊来一个，这样很愚蠢。火葬之后就是最后一项，夏至的殡葬，而那天生命将超出极限，永不复生。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有海边，都有台湾，觉得对台湾电影的那种崇拜，觉得跟台湾近，就那完全是理想主义在那儿。但是当时突然就觉得一切都完蛋了，很绝望。就那个时候绝望，就我也经常会觉得，就是说那个脑袋里或哪会就不行，就是会好像就要，我不知道发疯会什么样子，变成个神经病会什么样子。我有时候把二楼的窗，我是住了二楼，我会把它关上，我怕他妈的看出去，有时候会往下跳，因为觉得很低嘛，狗嘛。好像发泄，就会把窗户关着。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墙上就那个时候墙上写诗啊，写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就强迫自己，有一天是完全不行了，就受不了了，就赶快爬起来，拿着笔在墙上写什么呢？就提醒自己写两个“正经”两个字。黑板上直接就3个字啊，好莱坞写上，完了一回头看看我们没反应了，他叉叉打俩叉在好莱坞上，你知道吗？啊，说反好莱坞。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85年秋天，王小帅与张元、娄烨、陆学长、何建军、胡雪阳等人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他们所在的85班便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第6代导演的摇篮。4年前，王小帅从武汉考进北京中央美院附中。在1980年代初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西方的思想与艺术让中国年轻人大开眼界，王小帅的兴趣也渐渐地偏离了绘画。整个的这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那种好像就是尽花精力在看哲学书上了。那个时候小你想15岁16岁小屁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时髦，高年级的或哪都在时髦看西方的书嘛，就是那种哲学书啊，西方的现代派啊什么，就是看这个，你就跟着傻乎乎的就把精力都划在那看。其实呢就是一本一本看下来，但是你根本就不懂其中几个字儿，所以精力花在上面，那慢慢对于这个绘画其实就找不着感觉。其实哈哈痛快。1984年，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相继公映，他们风格化的视觉形象和对历史与文化群星的反思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同时也让无心画画的王小帅决定要通过电影语言表达自己对周遭世界的感受。经过1年多时间的准备，1985年秋天，来自美术学院附中的王小帅顺利地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试。一进去以后那种激动，到电影学院的时候，当时那种激动为什么都是愤青的感觉，你知道，文青愤青。上来那个周传基那个教授，在那个小个子老头在那黑板上直接就3个字啊，好莱坞写上，完了一回头看看我们没反应了，他叉叉打俩叉在好莱坞上，你知道吗？啊，说反好莱坞，好莱坞呢他是搞声音的嘛，好莱坞没有语言，没有那个什么，然后经常他就说，就是哎，那个电视在后面放着，哎，然后呢我就听声，好莱坞电影我是需要听对白听声音，我就告诉你是什么镜头。当中国电影为西方世界带去东方奇观的同时，西方电影的现代主义也走进了中国，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与学生们都在如饥似渴地观摩着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
那个时候真的人都是穿的土土的，臭臭的，身上都没洗澡，那时候也澡也洗不了，汗臭味很浓，就挤在里面看，看了两部片子。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当时是突然之间的，就那个时候，当然通过了像那个第五代几个片子是眼睛一愣哈一震哈，但是还是够不上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电影不能光摆，肯定是要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又有更多的意思在里面。安东尼奥尼的放大那一下给镇住了，你知道，就是哎呦那个太好看了，而且在那个氛围里面就完全接触了一个，当时我的印象，我回来跟他们说，放大完全是一个我们经验中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完全造了一个把伦敦造成了一个，在我印象，在我的感觉好像是个外星球，这个外星球的某个城市，人的行为规则、镜头的这个搭配，哎，还有人的这种就是事件的慢慢推移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就一切的思维逻辑跟我们传统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但后来多了以后呢，我是觉得就是看多了以后就觉得毕竟好像还是外国，毕竟所有的一切是好，但是呢我是觉得当时对我的情感的生活来说或者平时生活来说，我觉得那样的方式跟我们不合适，就中国人不是那样的。像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片子介绍过来，这一下就看上了人文的东西，中国人那个气质，中国人那种态度，中国人那种对生活隐隐的压力下那种小小的悲哀，那种悲伤，那种迷茫，他那个情感非常紧，所以那个又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的一个撞击。确实那个整个八十年代是氛围很好，就是说在我自己感觉就非常好，就是说印象中就是那时候没人谈钱嘛，刚刚开始有几个个体户，那大家都还是家里面啊，就还是粮票，就是很这个方面物质上是不是特别那个的，但是呢对精神上的东西呢，就大家就是以学习为主啊，以探索，以那个很来劲。那虽然这个当时隆福寺边上黑黢黢的，也没有现在那么繁华，吃点小吃也没有，电影院只有一家，但是呢一切我就显得反而很甜美，因为那时候精神上非常充实，非常饱和，接受得很饱和。1989年，当北京电影学院85班的同学们走出校园的时候，这一年的秋天很快便结束了。一个乞丐，满街要钱的一个乞丐，那么他呢乞丐反正要了点钱，跟几个乞丐朋友拍了个电影。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92年冬天，张元正在筹集资金准备拍摄他的第二部电影《北京杂种》，娄烨、胡雪阳等当年北京电影学院85班的同学也先后自筹资金拍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独立制片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中的一股潜流。同样毕业已经3年的王小帅却还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无事可做，他决定回到北京。那时候我就愣跑了，我就关系请假病假都没弄，就直接一个飞机就回北京了，爱谁谁。我说这个我不行了，我说完全这样下去，我说我就不行，就死了，就回到北京到处晃。那北京那时候也是，哎，反正就刚刚开始，都什么都还没有成呢。我说很狂，但是很狂了。那时候说第五代就早期那些作品只是一个方式啊，不可效仿。我们要自己拍，肯定要会超过他们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个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表述出来，一定能够引起很多很多人共鸣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经历这个变革，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就有这个强烈的感觉，一拍肯定行，就这么坚定，就是你看那个电影，看看东看西看，哎呀，都不行，都不行，看都不对啊，都不对，都不是我要的，都不是能够代表我们自己的心声的，所以这个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当时只是没有办法，没招。毫无头绪的王小帅找到了从前在美院附中的好朋友刘晓东、玉红夫妇。三年前，刘晓东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并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艺术家。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也觉得都好朋友，很同情我，你看啊，流浪汉一样，流浪到了福建，流浪到北京，流浪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现在都有钱了，所以支持你要拍什么。所以没办法，就是最近的，就是像小东啊，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福中刚刚经历的一切什么的，而且呢比较近，也比较好实施，然后他们也愿意帮助我，然后这样慢慢就再去找朋友借钱什么，慢慢就有了东城的，就是推个板车去拍戏这样。1993年，王小帅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由他的画家朋友刘晓东、玉红担任主角。影片讲述了现代社会中穷困的画家冬与妻子春的故事。真的没事，想好了。第二年，经过朋友的推荐，《冬春的日子》参加了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并被英国 BBC 选入电影诞生100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这时，王小帅又听到了一个让他更加兴奋的消息。结果他们告诉我还有好消息，柏林要这个片子。哇，那个是对我来说刺激太大了，因为我觉得柏林啊对我来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张艺谋他们啊，凯歌他们都是在那，哎呀，我觉得这不可能，像我们这上来就能去柏林哈。但是他们说柏林青年论坛嘛，就是每个，哎呦，那是觉得真高兴，去不去？我说打死也得去，我肯定要去，那是一个圣地，那是我的梦想之处。那时候很新鲜的，柏林电影节那简直是上了天堂一样。然后呢，哎，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呢，人家告诉我，哎，现在这个青年论坛里有一个奖，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奖肯定是能我们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年论坛的奖叫给最穷的一部电影，因为都是青年论坛有好多是年轻导演的。要给最穷的一部电影，你看人家鼓励啊，就跟咱不一样哈、啊，咱这是比谁花钱多，你知道吧？玩好莱坞那套，跟着人棒，跟着人飙，其实人家美元咱们能飙得过吗？但就飙，但是那他们那些地方就是为了鼓励青年导演，就是最穷的电影，哎，说我们这肯定行。让王小帅感到意外的是，这部前前后后只花去10万元人民币的《冬春的日子》，竟然没有获得最穷电影奖。就笑说真比你有穷的，说怎么还有比我穷的，说你还是个大学生的，说得奖的是一个苏联电影，前苏联电影，你知道吧，解体了，然后呢他现在变流浪汉，是个乞丐，就苏联的一个乞丐，满街要钱的一个乞丐，那么他呢乞丐可能要了点钱，跟几个乞丐朋友拍了个电影。我说这个肯定比我穷，我不跟他比了。尽管冬春的日子在国外备受瞩目，却没有机会在国内发行。就在王小帅来到柏林的前一年，张元的北京杂种因为私自参加1993年的东京电影节，他与同年开机的影片一地鸡毛被迫停机。继而有关部门在数份电影报刊上以公布作品名不公布制作者名的方式，公布了对北京杂种、冬春的日子、流浪北京等7部影片的导演的禁令。2个月以后，他住进安定医院，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原因是，他在一天深夜砸碎了学校的所有玻璃。医生对我说，这类病人完全是由自身的性格引起的，
十个人中有半数属于此类，属于轻微型，不必过分担心。不允许你在拍，因为你知道拍好像老到国外去电影节啊什么影响不好，好像不是他计划之内的。但是我觉得我唯一的就是一点，就是学里面就年轻，就觉得不能等。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99年，由王小帅执导的《扁担姑娘》终于通过了审查。这部经过导演田壮壮的帮助，挂靠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早在3年前就已经完成。《扁担姑娘》，你说我，比如说我在美国呢，突然帮电话打过来，我们比如说在等个片子检审查或者有什么意见下来，哎呦一个月没有消息，俩月没消息，你正好出去有点事儿，咣打电话。你下午过这边来一趟，那个我们把那意见给你修一下，过来看。我说下午，明天后天下午也到不了，我人在哪？人在美国。就是他要经历这种非常，但是又着急。哎呀，怎么办呢？终于来消息来通知了，我过不去。哎呀，那种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就是说，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就是说，做一个东西，你只是存心的做一个作品。结果，整个的这个你失控啊，非常难受。1995年，导演张明回到了故乡四川，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巫山云雨》。1997年，导演贾樟柯回到了故乡山西，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小五》。在王小帅的第三部电影中，他终于回到了父母的居住地武汉。1966年，文革开始，王小帅出生2个月便随父母从上海去往贵阳。13年后，1979年，王小帅的父亲终于将全家从贵阳的山区搬到了武汉。就是武汉对我来说，就是突然之间它扩大了。就是说，我到武汉，我去第一次去上学进教室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虽然在山里面，在贵阳，其实我们是无意识的。我自己的内心里，我觉得我是个上海人，但是到了武汉以后，那个地方就一屋那个教室里黑压压的，好像几十口人，四五十口人，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一下我吓着了，所以进去就紧张。然后他们就说：“哟，来了个，他们说武汉话来了个乡里啊，那个乡下人。”哎，我怎么说我是乡下人啊？我是农村人，从房坯来。武汉留给王小帅的印象被他发挥到了《扁担姑娘》中。进城淘金的农村青年，涂抹着血红嘴唇的异乡经历，这些人他电影可能跟我的经历有或多或少会有点关系。2001年，由王小帅执导的电影《17岁的单车》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同样这部影片也没有在国内电影院中公映。那么我们赶的是内部是完完全全是计划经济，不允许你再拍，因为你老拍好像老到国外去电影节啊什么影响不好，好像不是他计划之内的。但是我觉得我唯一的就是一点，就学里面就年轻，就觉得不能等。2003年11月13日，在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员和独立电影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宣读了一份由王小帅、贾樟柯等7人签名的提纲，对当时的审查制度提出了意见。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七君子上书。好多导演都去了，主要是可能针对我们两个人，就是那个电影局的所有领导都去了，也是从郑局长到所有领导都去了，很重视大家对话呀什么的。那基本上就是说，那行，前面的事情就不说了，就一夜先过去了。哎，现在你们两个人就是，恢复你们可以拍电影的这个东西，好好拍电影，咱们一块儿就是走着往前看，就是这样。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出台了对青年导演的资助计划，王小帅、贾樟柯、宁浩、
等16名青年导演将各自获得50万元人民币优秀剧本资金资助。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现实的考验。任何东西输都不是输在创作者和不是输在一个体制上，任何一东西都输在商业上。嗯，这个社会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唯钱是问嘛，什么都是商业和钱的时候呢，我觉得做了电影的这个肯定是一个有一个低谷的过程。我从92年开始到现在十几年来就是比较愚蠢，大家都发财了我也没发财，所有这一切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值啊，这个十几年到现在我觉得至少我还在，我这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就是说我还在呢。王小帅，导演。当他第一次举起导演筒喊出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走入地下，与一群勇敢的年轻人一同用影像书写着一段残酷的青春。这部无名导演的作品《极度寒冷》完成于1997年的荷兰，并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勇敢的中国独立电影。他的署名“无名”似乎代表了当时中国一代年轻导演的地下状态，他的导演则是这群人中的代表之一，王小帅。艺术家其实就要在于表达他的感受，那么他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的生存，他的情感发生在这个时代，那么他把这个感受表达出来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时代就有一个表述和记录，那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那么有好多人只不过他比如说写作他没你没有能力写作，你不会写音乐，你不会弄电影，不你没有条件拍，所以呢很多老百姓他表达不出来自身的一些感受，那有些人就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跟其实跟很多当下都可以贯通和连接的，它不一定非得是你这个艺术家非得跳跃你自身的这个生活环境和自身的这个角度去表现
全人类历史有那么大的这种厚重感。其实所谓的第六代导演，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在未来还有一定的别人会觉得他们还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话，他们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很低下的、很低调的、很个人东西，留下了一些不同的，在这个层面不同的社会层面里，他们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留下一些影像，留下一些东西，点点滴滴。那对未来一个历史学家、什么学家来总结或什么总结，这些东西都是他要看到的一些素材，那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1980年代末，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一次从乐观与理想的峰峦跌入谷底的震惊体验。而此时，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导演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电影的代名词。面对他们的美学压力和现实处境，1989年，王小帅在电影学院的同学张元，在未经剧本审查的情况下，向一家私营企业筹集经费，拍摄了电影《妈妈》。妈妈成为了中国的第一部独立电影。而此时的王小帅却在福建电影制片厂为自己的生计问题犯愁。当然那时候心情当然还是很压抑的，就是说又是经过六四又过去，然后呢钱就是工资嘛，每个月那么点工资，所以我就上来就也根据别人经验，把食堂的饭票是多少我给他一次买了，这样至少每天一顿饭或两顿饭我是饿不着。然后呢再分出一点来呢，就是抽烟的买买烟，然后呢买一瓶酒，那时候金奖白兰地跟朋友一喝喝，就把它全分配好。但分配好毕竟还是不够嘛，所以呢就是烟呢，就是我发明了一个，就在墙上呢，就是拿那个烟盒啊，抽完啊，抽差不多总是要留那么两三根或者一两根，然后呱就贴在那个墙上，然后再抽一把，再抽一抽，呱又贴墙上，所以满墙都贴了烟盒，像装饰一样，很多烟盒。然后呢突然之间没钱了，没烟了，或者没钱了买不怎么办，就随便墙里呱翻出一盒来，总有一根来救急。这样从1991年开始，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张元带着他的处女作《妈妈》开始在数十个国际电影节上参展参赛。以这种方式，张元成为了继陈凯歌、张艺谋之后又一个为西方所知晓的中国导演。而在福建电影制片厂的王小帅却因为计划经济下的指标制度，迟迟得不到拍电影的机会。好像那个时候上影或者北影有20个指标，也能拍20部戏，大厂好像，但福建厂这样的小厂一年只有一个指标，所以只能拍一部戏。所以那时候傻乎觉得，哎，我是一个哈，电影学院毕业的，好像自己好像自视才高一样的，其实很年轻的，很幼稚的，就到那以后就觉得，哎，这个指标是不是能让我啊来一个这样的，很愚蠢。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有海边，对，有台湾，觉得对台湾电影的那种崇拜，觉得跟台湾近，就那个完全是理想主义在那儿。但是当时突然就觉得一切都完蛋了，很绝望。就那个时候绝望，就我有经常会觉得，就是说那个脑袋里或哪会就不行，就是会好像就要，我不知道发疯会什么样子，变成个神经病会什么样子。我有时候把二楼的窗，我是住了二楼，我会把它关上，我怕他妈的看出去，有时候会往下跳，因为觉得很低嘛，狗嘛好像发泄就会把窗户关着。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墙上，就那时候墙上写诗啊，写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就强迫自己，有一天是完全不行了，就受不了了，就赶快爬起来拿支笔在墙上写什么呢，就提醒自己写两个正经两个字，